主料，小白菜400克，豆腐15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味精，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小白菜洗净切段，豆腐洗净切片，锅中放油，放入豆腐煎到两面金黄，煎好的豆腐盛出备用。锅中放油，放入葱花炒香，放入小白菜煸炒，煸炒到小白菜变软，放入煎好的豆腐翻炒均匀，放入盐，放入适量的味精，放入适量的糖，炒到小白菜断剩即可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，豆腐煎一下再炒，不容易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